大晚上的谁这么欠啊？喂，你好，我没钱，不买保险。我是玛丽，我在垃圾场。莫名其妙，脑子瓦特了。喂，我是玛丽，我已经到地铁站了。不是我说你们这种恶趣味，能不能换个人？老娘不吃这套，说过话费鞋都可以打到我卡上啊。等等，玛丽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？妈妈，为什么要把玛丽丢掉？因为搬新家就不需要旧娃娃了，妈妈会给你买个新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不太可能吧，那个娃娃很早之前就丢了呀。我是玛丽，我现在已经到楼下了。难道真的是他？是因为我当时抛弃了他，所以要找我报仇吗？我是玛丽，我现在已经到电梯口了。都到电梯口了，现在跑肯定来不及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等等，但是电梯今天……我是玛丽，我现在在三楼。才三楼，不着急。喂，我是玛丽，我现在在23楼。我是玛丽，我现在我来瞧瞧，38楼。喂，我是玛丽，现在。麻烦您给个5星好评啊。